关宏伟如果喜欢梁静茹，我随便你。你当初为什么会找上我扮男人？因为我想要二者。当我是笨蛋吗？等你出国，我们就结束。最后几天而已。你真的有这么念念不忘那个东汉学长？他是我喜欢的人啊。你喜欢的人是我。外上进城吧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至10点，请收看《鬼之执行长》。